被吓到了，变慢了，跟你讲。 就是开始在拼了，对，其实练车就是要这样才会快，而且还有压力，对，这样才学得到什么，这样就知道你跟人家的那个差异在哪，为什么他速度快，他可以骑得越快，怒超。 看看会不会跟你砸拉开了，应该拉得开吧。我觉得是他现在变慢了，他前面被那个不小吓到，前面有点自己的线跑掉。 压力有一个他进步，我觉得他是吓到，是变慢，他没有前几趟跑这么快。嗯，他刚刚还有讲，不想有讲，他是真的变慢了，然后库龙是有进步，对，越来越快。我怕我追不到库龙，我下去丢你。